当丈母娘坐过我的副驾驶后，看看媳妇什么反应。哎，你怎么的那么慢呢哈？哎，我不管了，我都等很长时间了。哎，刚刚那边小孩上学堵车，哎，我你心为我不想来早吗？烦死了！你烦什么？有什么好烦的？哎，坐地了哈。这个车，我这个位子是不是有人坐过？谁坐你副驾驶啊？没有人坐。你拉我是哥了啊？坐是个小大腿的还啊？什么？什么时候哪里来个小大腿坐车了？没有啊。我1.68米坐的，腿手那么长，怎么你那么急现在哈？哪个小大腿坐的？真没有人坐呢，就你一个人坐，哪有人坐哈？你在狡辩。我没狡辩，我哪狡辩了？你跟我说哪个小大腿坐的？没有，哎呀，我真服了。你看这个后背，怎么你那么超厚呢？啊，是个人椎间盘突出啊，还是颈椎病犯了？说话要负责任呐、啊！什么负责负什么责负责任？真的、啊？你说不说哪个小姐姐做的？真没有人做呢，哪有人做哈、啊？干什么？有人。我这个男生说，啊，我这个男怎么的，是个喝的。我昨天拿到上面，我关着门还没查是谁喝的。我、啊、不是我喝的，谁喝的？我不知道。坐我副驾驶还要喝我奶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反正我没喝，没有人喝呢。没有人喝，这管怎么长呢？啊，没有人喝。我不知道。我跟你没完理呢。你见我说的是个，是不是个女的？啊？是不是个女的？没有呢，真没不真没有。很难那个腿的。李大鱼哦，坐我车，小我位子，还要喝我奶。李大鱼，你说谁男男个腿啊？他男男个腿。哎呦我的妈！李大鱼，说话一定要负责。是哪个女的？哪个不要脸呢？哪有，真没有呢。你怎么的？只要你说话。李大鱼，说话要负责。你给我叫来，我要跟着单挑。李大鱼，说话要负责任。你叫来，我跟他单挑。真要负责任啊！你哪有人？没有人，李大鱼。来了，我服光了，真个虎喂！你叫来来。说话真的要负责任，李大宇。你是不是向着他说话？啊，是不是向着他说话？我不是向着他说话，关键真没有人做。你说哪有人啊？你怎么？哎呀，你怎么是这样人呢、啊，李大宇？你叫他来，我跟他单挑。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谁单挑？啊？真的？真的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好，叫来。哥，叫来快。我做的，我做的。你给我单挑，你给我单挑。啊，喝你一口奶卡了，喝口奶就挪了。怎么了你？给我叫单腿呀！哎呦，给我单挑！来来来，下来给我干单挑了。你别笑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使劲啊！妈使劲，妈使劲拿，使劲拿妈，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妈使劲拿。做你俩事儿能做挪？能做挪啊？